英文那个豪华版的自由啊，也看到有留言抢头像欸，恭喜你抢到头像哦。我终于知道这游戏要怎么玩了。我们现在一律开到有大奖为止，一律开到有巨奖开为止，就是你要解锁到巨奖。好，已解锁，已解锁就是这个价格。因为很多人一定疑惑说，那这个游戏到底要下多少才是正确的，才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？我觉得就是至少巨奖解锁，至少有一个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至少有一个门票吧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种游戏还蛮，还蛮让人家每天想要玩的，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巨奖的金额一直往上，真帅。就是这么爽了。